2017 T8 Awards 第二届台湾优良智慧绿建筑暨系统产品奖。设计类得奖作品：铂金奖，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台北南山广场。铂金奖，群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，群光智慧绿能大楼。金奖，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富邦敦南大楼。银奖，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华电信板桥资料中心。